然后我们的 Lebedev 去做了一个 all in， 直接 all in 啊！我还想看一看他的国旗到底是俄罗斯的还是荷兰的。那这个40万40个前注，那我这边我们 Lucas Greenwood 有可能会跟注吗 ？QK 同花太多了，有一点，有一点40万。QK 而且是面临对手的一个 all in 范围，其实是蛮容易被压制的。全 K 同色。因为你一个40万的欧林啊，有点太多了。哇，选择了欧林 call 了，选择还是上啊！哇，真的厉害啊！好有胆啊，我们的 Greenwood， Lucas， 相对于他的兄弟，他一直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形象。对。啊，很少见到他很激进的动作啊，这里一个非常。厉害的 Hero Call， 哇，两张红桃，依然是一个五五开。目前可以看到啊，转盘没有提升，哎呀，差了一点点、啊。Once in a while， 差了一点点啊，差一点点啊，就这个翻牌算是非常的强、啊。GG， 翻牌超级强。I thought GG for sure。还是损失了40万的筹码。我们的 Lebedev 是直接的。做了一个大的一个 double up、啊、我真的很想看他的国旗，因为荷兰和俄罗斯的国旗真的是颜色的差，就是顺序不同而已。哦，这里三条 A 对上了天葫芦，这个低位是跑不太掉了，这个低位会支付蛮多钱的。两位的后手目前都是60万多，有效筹码61万4千。专哥们在这里，我直接选择加注啊，非常的凶。啊，他也是知道了，这里最后打出来总归是有 A 了，怎么都逃不掉了。觉得他盖不掉。对，怎么都盖不掉了，那直接去往你的 A 走了，就去拿你的 A 的价值。他的 A 的 Q 也是够大了。这牌，而且看一个底池规模，应该是有一个翻钱的加注，应该是 Hijack 和 Cut Off。在番前有一个 open race， 这边第一轮很难把这把牌盖掉的。可你看，虽然现在是被中葫芦，可是他还有34%的胜率，他这边也应该想不通对手拿什么东西来加他。他也在想对手这里拿什么勾勾来，拿什么牌 check raise。啊，选择跟注了。他这个跟注的话，底池就膨胀的非常迅速。对啊，一下子两个人的玩家的后手，就真的转牌可能就是要 all in 了。转牌就真的要 all in 了。394000的有效筹码，底池来到73万。那应该就是要上了。这牌、啊、一个翻牌打得非常血腥，看一看我们的专哥们，哇，选择过牌，过牌，做个陷阱，做个陷阱，做个陷阱给对手。那第一本在这边，应该是也是套池，可能会自己 all in。他这里就要判断啊，到底对手大还是小。对手如果大的话，像勾勾这种，就直接在转牌会再打一枪。但对手做了一个过牌之后，我的 A 圈是不是大了？他可能要上当了，可能要上当了。看一下这个底池，他这牌真的是，这其实是蛮酷的。哇，姜哥们这手过牌打得真的好啊！这手过牌啊，真的打得好，因为他这手过牌就让我们的 Devin Town 是觉得，那 Devin Town 就知道自己输了，哇，非常的惨。这里一个过牌加注，但是这个赔率就没办法走了，走不掉。打了225000啊，对手 All In 的是394000，只要加一个17万左右，加一个169000就可以。哎呀。看一个
看一个150万的底池。嗯，他在想说我干嘛不过牌、啊？对啊，有一个1:10的一个出牌就行了，他只要有10%的一个出牌，一个盈率就可以了。目前他是有一张 A、三张圈和三张六的出牌，还是有七张。看一下河牌，一张十，那我们的 Devin Town 是直接被还好像还剩下10万的筹码，打掉了，打残了，打掉了739000啊，整整打掉739000啊，在边上围观、哦、看宽窄站得非常的啊，我们的哎呀呀呀，又是一手 Ace King 对上 A 圈，啊，选择跟住。看一下我们的 Jovanda 对上我们的 Lucas， 如果这手牌 Lucas 获胜的话， Jovanda 将会离开我们的赛场。转牌，哇，翻牌的一张 K， 那我们的 Ace Queen 在这么干燥的面没有办法，还有一张十，四张十。哇，没有发出来。Cool, bro. 那我们的庄庄的也被打残了，剩90000的筹码。哇，这手牌太难受了，两个都是深码。对，蛮多的。哇，这把谁赢的，谁变 Chip Leader。好，我们看镜头带过来，我们的 Randy Ru， 我们 Nanonoko。这边有个底对代买花代买卡顺，那我们 Jason Kun 这是有个两对。好、哦、，Jason Kun 是不知不觉170万啊。好，我们的 Nanonoko 下注一个65000。在 button 有位置的 Jason Kun 在转牌击中了两对，面对一个65000的下注、啊、还是选择跟注。好，我们的 Nanoko 还有蛮多的机会的抽牌 K 啊，还有一些红星啊，然后现在完全没有击中，那有一个 A7，现在目前底池320000，他有点摊不了牌，会不会转成 bluff 的 all in？ 可是这个不是一个太适合选 bluff all in 的牌，因为毕竟他没有八跟九，那只有一张 ace， 很有可能会放弃。对，如果不放弃的话，得打、哎、对手的后手太深了，170万，这很难打开。对手这里风险超大，这里风险超大。因为对手这里有170万的筹码，面对他后20万的后手，啊，感觉要去了吗？奥林，啊，选择奥林。那这边我们一个非常勇敢的，那对到我们一个杰森库那么多筹码170万，很有可能会抓。哇，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杰森库圈十啊，他输的组合其实牌面上真的就只有一个单顺，然后一些单顺八九啊九 K 啊，一些三条的，因为牌面上这个组合顺子组合其实不多，不是非常的危险，但是对手如果在想这里三条打不打得出来呢，三条会不会在这里 all in 呢？You just have a set of jacks, man. How much is that? 三条的话好像也不多，只有一个。番茄如果是加注底池的话，是只有三条勾的。哎，这边只有20万，并不是一个很多。I'm gonna give you the money, I think, because you're a nice guy, Randy. You're a nice fella, and I like you. 好，就是盖牌吧，别跟。不要跟啊，我可以偷过去啊，我们主播界的唯一希望啊，跟的。I was about to say, if you folded something, I can beat aces right there. Two pair. GG. 好可惜啊，好，我们的杰森库，你都说了是个 nice guy 了，为什么要
要去抓鸡呢？我们主播界的希望啊。好，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蓝桌，我们这边又一个四人的一个底池啊。然后我们的 Rudo 已在 CO 位选择 A 十的一个 All In 367,那目前看到只有 Michael Soiza 感觉是可以埋伏到他。好 ，Michael Soiza 果然在 All In 了。哦，三家的一个 All In 啊，三家的 All In， 绝望大喊17同色，可以看到啊，还是有37的权益啊，28的盈率，37%的总权益。好，我们的 Michael Soiza 的 A 圈是有41的盈率和50%的总权益，也就是说他这手牌至少有一半的概率不会输，挺好的啊，这个概率面对对手，看一下27，哦，哎呀。I'm okay with that. 那这样子，我的绝望大是目前领先啊。绝望大是最少的筹码。那其实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Michael Soiza， 看一下 A 十啊 Go。那我们的我们的绝望大是直接拿下了主池。好，我们的 Michael Soiza 是拿下了边池。我们的 Rudo 是被淘汰出局。好，看一下这手牌，两位的跟注 ，Michael Soiza 在 cut off 的位置，这里甚至可以考虑做一个 all in 啊。我选择感觉是做个加注。哦，他对手他后面还是有一个一百多万。如果没有 cover 的话，可以去挤压对手。Kaniski 这边很有可能会抵抗哦，因为面对一个10万的加注，他圈勾同色很好的一手牌。对，应该是有机会抵抗，而且后手还有60几万，很好的底牌啊。我总觉得怎么这手牌不太妙的感觉。哦，是不是我多想了？底池来到24万。我们的 King's Key， 哦，这个牌啊，对他来说还不错，两高张带同花买牌。对，而且我们的对于我们的Michael Soiza 他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击中，便是说他这边也不是很好打，哎，对手有机会会打。但是 Michael Soiza 这里是有概率会做一个 C bet 的，因为他这里如果是面对这样一个牌面，他打一枪很可能会把对手的一些勾圈或者是一些 A 圈打盖掉。我们的麦克索也下注一个蛮小的一个注码，13万。那我觉得 Kaniski 就很有可能会直接 all in 啊。啊，这么凶的吗？毕竟他都这样都进来了，但直接 all in 的话太凶残了。因为是底前已经有37万了，78。可是大家如果撞到人家是 overpay， 他就 GG 了。直接 all in， 打不掉对手的一个超对的。不过直接 all in， 我们收一单应该很难，就扣不动了，就直接会盖了。对，他当然我觉得选择跟注也是没问题的，可一定不会是盖牌。哇，真的 all in 了。看他后手，哇 ，all in 了551,000。啊，直接选择了盖牌，打得非常的激进啊。对，可是其实这边其实他这里其实我觉得这边蛮明显是draw hand，因为你想一下，他平跟，然后可能有90啊十勾，这边可能都是 cherry 手而已。但是90也很领先了，90也领先，在这个面上打90打不过。而且 A 圈也是一个差不多能call的一个底线。在翻前扣一个正常的前注数量的一个 all in 的话，用 A 圈加还蛮正 EP 的。对， A 圈也是前8%的牌，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两家摊牌 A 圈是领先的。对， A 圈其实算蛮大，很多玩家会推一些推的会比较松，但扣的话一般都会选择用 A 圈加去扣。嗯，对。哦，我们的 Divorce加了11个前注，他现在有220万的筹码。
哦，这边我们的 Lucas Wingwu 有100个前注，可是这边如果直接 all in 好像风险有点大。哇， all in 就 all in 到220的头上，还有110，好大，好高的。那应该选择跟注吧，因为还是有位置的一个优势啊。哎呦，这也是发现了啊，这个大筹码的优势就是你经常在翻钱，真的不会被剥削，因为对手要剥削你，就要冒很大很大的风险。一旦蹲到啊，一旦你有牌蹲到，那对手就很难了。哦，我们的 Ben Lam 才28万的，他后手是39万，只是跟注了一个11万。哦，因为太划算，进去看有没有机会。哦，那这个来，这个 Ben Lam 的机会来了，想都不想了，这里。这 Ben Lam 应该是要上了。80进去就是为了看九勾，他可能就可以，他甚至可以当 Bell in 了。啊，他就是要看九勾、啊，他就是要看这两张牌啊。啊，选择 All in。他也期待说可以 把一些牌打开，可是我们 Divorce 这边上了，有可能会救到我们的那个鬼物的。Divorce 这里有 A 勾，顶两对啊，不会盖了应该。底池来到65万 ，All in， 他选择 All in， 那我们的 Greenwood 是肯定会盖掉了。他也会很清晰的知道，如果这里的 Divorce 单单只有一个 A 的话，是真的很难去推出来的。那他这里一定是会盖掉的，我是非常对他有一个自信。他是一定能察觉到这一点。毕竟我们的 Divorce 深筹码后置位玩家还有一个，对啊，这应该是 AQ 应该是会盖掉的。对，后面还有一个100多万筹码，100多万筹码的玩家在他这里，如果单凭一张弱 A 是不太会跟住的，不太敢跟住啊、不太敢 all in 啊，他最多只是跟住。如果是直接打出了220万基本牌，这明显是一个比一张弱 A 要强的牌力啊。那么他的 A 圈就要思考一下，而且真的对手还有个 S King 的范围、啊，所以在 A 圈就看到这张勾，应该更好的是盖牌。他输了，输 A K， 输 A 勾，输 A 九，那么只赢一手 A 十，只赢一手 A 十，勾勾九九也有对手的范围。毕竟有100多万的基本牌、啊，对啊，其实这个大家现在里面死钱是真的蛮多的，可是这边真的风险太大了。对，我还是坚信我们的 Lucas 会选择盖牌。不过的确是不太容易。啊、哎，选择跟注，看一下他的，他还有三张圈的，他其实出牌只能，他即使有三张圈的出牌，也只能赢一个边池。啊 ，massive pot。也是比较艰难这个决定。那我们现在我们的 A 圈还不能发圈，那是已经 GG 了。葫芦两位玩家的直接GG。哇，这个底池也太大了。这底池真的太大。哇 ，Divorce 这个 double kill 有一个很大的 double kill。直接收下了一个总共268万2000的底池。哇、wow, ，我们的 Divorce 直接变我们的 Chip Leader， 但是我的 Viking 啊，心里一定是非常难受的。好不容易在别的桌子打到270万，然后坐下来看下家什么东西、啊，400万了。他如果在别的桌子、啊、就 Chip Leader， 而且是可以
很宽松的去在番前跟很多玩家做对抗，就像一个 Trivia 猪啊，他下家碍手碍脚，真的一下子被剥削的被压制了，就他就没办法去做一些 Chip Leader 应该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啊。加一位置那没办法，抓到了抓到了，这里抓到了我们的 Ace King， 抓到了 A 圈，我们 King is key 在 Hijack 的位置面对 Divorce 这么大的筹码，在加一的位置、哦、撞到了，这把再上去的更多了，恐怖了，那就看一下，现在是一个70-40的权益，有10%的概率是会得到一个 chop，、啊、概率很高啊，10%。翻牌来到一张 K 啊，基本上是基本上是没救了。哦，还有一张十，四张十的出牌，14%。啊，没有发出来。那我们的 Tivos 470万，对吧？470万。哎，都坐在一起。哇 ，Why King Young？ 我现在就怕的是，他们两个人，一个人拿到 AA， 一个人拿到 KK。Why King Young 这边 Aces， 做了一个直接的加注，看后面会不会来送头。哦, 哦，这个牌，这个 Divorce 一定会跟的嘛？十万，好像面对玩 King 啊，260万的后手是一定要跟的了。对。而且他现在是筹码 cover 对手，不会选择去避让吧？应该。对，这个而且要又有位置，对他不会避让，很好跟住啊。这个牌是真的非常好去，有位置的情况下打一个前置位开池的深码，打一个大底池。所以来这应该不烫这顿浑水了，你们去打吧，你们去打吧，两个大怪兽。对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翻牌会不会来很刺激的，来 AKQ 之类的。哦，这边 Aces 不是很喜欢这个翻牌。嗯，两个而且筹码很大，他可能会选择考虑比较倾向过牌吧。对，倾向过牌控制哦。对，过牌控制。那果然是过牌控制，他们打得很稳啊。开张六对来说会比较好。对，这样子一个情况，面对后手位这么一个深筹码，几乎真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在前置位过牌，因为太吃亏了，面对这样子一个筹码在后位，关键是我的 AA 又不可能在翻前盖给你。哎呀，好，要被有位置操作了。哎，的确是有个顶对，16万，那只能做一个过牌跟注，没有任何的办法。做了一个16万的跟注，底池目前是膨胀到了556000。哇，一张梅花八，这个 Viking Young 一定应该被打开，这个十 J 可能会再打一发，因为毕竟 Open Racer 这边比较没有牌。他也可以在这里选择考虑买一张牌啊，买一张梅花，因为他现在是抽牌太多了，顶对，两头同花顺抽牌啊。可这边打的话，好处还是比较多，因为对方选择过牌跟注，所以他自己对方没有太多。因为他是主动加注者嘛，所以对方比较像 AAKK， 能过牌跟注的，还是打，因为对，因为他看准他没有七的范围，45万，他 AA 想哦，你真的是在有牌打我呢，还是靠位置打我呢？还是在搞？对，然后这是在搞啊，可以看到啊，虽然我们的 Divorce 目前是只有一个顶对啊，但是他的一个强权益的对抗，面对 AA 啊，顶超对。依然是已经取得了领先了，对，有54%的概率能赢得这个底池。对啊，这个他太多东西可以买了，他可以买十勾圈七加美花。我们 AA 就真的是好难受，真的难受，因为call了这一枪也不知道合牌要不要call了。Viking Young现在真的是心里在想，为什么要把我拆到这个位置？哪怕就拆到他下家也好啊。那么 AA 是真的是被打盖了，真的是被打盖了，真的是被打盖，没有办法，这个真的没有办法，开出这种牌面。我们镜头切到红桌，
我们 call 搜一下，有一个 S King， 上来第一手牌啊，选择一个平根埋伏。好，我们的 Cortes 这手十勾红色要出发了，完全可以出发的一手牌，他只剩十个多抵住。好，几乎选择了一个 all in， 加注要35万。You wanna bust somebody, that's your chance now. 这时候我们 Michael Soiza 算是埋伏成功，可是应该并没有很开心，看到十勾不会很开心。Exactly. 但是能跟一个短码做一个五五开的波动，还是非常的不错。还可以，因为毕竟他有140万，这个如果损失40万也还好。The deadly ten jacks with it. Hey.这边 Ten Jack， 我刚刚看到有人盖掉一张 Ace 啊。I mean, I take Ace King any day, you know. 可是这边 Ten Jack 真的是在一对一的状况之下、啊。I mean, just in case, yes. 真的是不输啊。好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翻牌。哦，击中了两对。No short deck, please. It's gonna be a jack. 那我们的十勾其实目前还是有六张出牌，非常多，还有三成的胜率。哦，这张没有影响，没有掉出黑桃，掉出黑桃的话，机会就更多了。两张勾的击中，以及四张圈的卡胜，卡胜听牌，21%的机会，一个82开，卡没有发出来，顶住了。那我们 Michael Soiza 再度清掉我们的 Cortes， 那筹码顺利成长到180万。But then just no queen on the turn, that's all, you know, just no. I saw the window king. Yeah, no. Oh, Divorce 是我们今天的 Chip Leader。而且现在目前看起来手气也是相当不错。刚刚的那个牌面结构，除了四条 A 以外，他的 K 六就算是 nuts。Huston 这边会应该选择直接 all in 了吧？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牌大到想要做一些埋伏、啊，可是我觉得现在生存可能比埋伏来的重要，毕竟快前圈了。那这边我觉得还是比较倾向于 all in。毕竟他还是要选择做一个埋伏，因为毕竟在短牌里面拿 AA 的话，你的胜率可能也是只有30%，sorry， 你的输率还是会有20-30%这么高，所以还是有点风险。那他现在是急需用一手 S King 跟对手做一个翻倍啊，做一个打光翻倍啊，他很希望这手牌可以跟对手去做一个对抗，因为他也知道，如果只是进入前圈的话，也才。对于他来说，60万港币好像没有什么意义。是啊，而且他现在是场上最短码，就不管怎么盘，他的一个50多万的筹码都很难让他走进前圈，或者说走到更远的地步。所以他很急需用一些高质量的手牌跟对手做一些波动。像这边，我觉得就是我会选择使用我们 Peter Jetten 的那个系统，就是。先求稳，再求好。那我们的 Hexen 在这里做一个下注。那我们的炮花有一张 Ace。对。那他踢脚一般了，他踢脚一般。这里如果他直接盖掉的话，我都不是很意外。因为他也会知道，面对对手直接在这样子一个牌面上。dunk 出来的 range 啊，他 A 可能就是仅仅持平吧，仅仅持平，那么去跟住一条街，作为一个标准的跟住，期待我们的转牌，转牌来到一张八，哎，那这张牌是让破化稍微有一点点的提升。多了一个卡六的顺子停牌。Thank you. 我们 Hexen 这里选择过牌控池。我发现这里也有一个比较强的摊牌价值，选择过牌。那么在对手在后卫过牌之后
Jackson 可能会把后话的范围锁定在大概率的一张 Ace， 还有一点小概率的慢打的九。但由于在转牌还是有一定的买牌空间，他如果有九的话，有可能还是要打。他这里做一个 bet， 16万的下注，输一些九的组合，输 A 八，输啊不输 A 八，输 A 圈。那么其实这张转牌的八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影响。就是一些九的组合和一些 A 圈，但是由于在翻牌前 high check 位置是没有做一个加注的，这里 A 圈的组合也是非常少，因为 high check 是在中置位啊，这里的 A 圈是有大概率会做一个加注，小概率做一些平 call。啊，选择盖牌，面对对手的一个 value 范围，他一张 A 并不出色。那 Huston 也是这只把赚到了一个14万的筹码。Danny, let's go set. The mask is on. 哦，我们 Michael Soyda 又一次拿到了一手 KK。那这边应该也会选择一个前卫的埋伏，枪口位，还是会选择做一个。加注，那这里做了一个十万的加注，直接就打得快一点，那把 Danny Town 的一手八九同色给打盖掉了。Okay, I saved that wisely. 庄位有一手 K 十杂色，那应该也会选择。他这里盖牌了，他这里已经放了三万，要跟七万去看一个。24万的底池，跟七万看一个245000的底池。赢到都做右型牌手嘛，仲都最。All in， 哇哦！他想挤压对手，他想要挤压对手，因为现在已经快进入前圈了，所以他是想要在这种快进入前圈。那麦克说一下，你看这边，其实你看，你就算拿到了一个 KK， 你都不是想要直接跟住，因为觉得很烦啊，因为毕竟现在快前圈了，可是这个 KK 是不能盖的。哎，这里 Michael Soyda 如果他跟完了之后秀 KK 会不会被认为 slow play？ 啊，这边 KK 都要想，你看，因为这边 KK 只要对手一张 Ace， 其实对手就有将近四成的胜率。Is it a slow roll? It's not a slow roll, man. Okay, slow deck, man. 你看，所以他其实我觉得那个 Love Deep 这边的这个策略其实是算 OK 的，因为你想一下，就是其实对手他连 KK 都在想。对啊，只不过他没有想到他 KK 在前面位置做一个加注。好，我们看转牌，哇，那这把感觉就是送头了。哦，现在又多了20%，有六张牌的机会。No。哦，分钱，分钱啦，多了一个勾的分钱的。At least I didn't lose, I guess。这副牌可以看到 ，Soyda 的翻钱的一个顾虑啊是有的。Oh shit! Winfer 的一个 all in 得到了 John Juanda 的一个跟注。Oh no！ 目前他的筹码是555000的全下。
跟注之后底池来到117万，我们的 George Wanda 还是有220万的后手。昨天他的前期发展非常不顺利，一度只是跌到最后一手生命牌的最后63000筹码，然后连续的赢下了两个翻钱跑马。目前在一个临近泡沫圈，有了300万的后手。看一下我们的河牌能不能为 Winfield 带来反超啊，并没有，他没有听到三张十和三张 Ace 的 out。那我们的 Winfield 预是没有办法的被淘汰。好，看一下我们的 Y King 啊。这次跟注他的66。又在 hijack 的位置选择。啊，这里有一手 K 圈的话，那这里甚至做加注都是可以的。那还是稳妥。用一个筹码压力给对手。选择打翻牌后，在翻牌后啊，面对这样子一个巨筹码，很多强牌都不敢动，击中顶对也不是很敢下注，我比较的小心翼翼。那么因为一旦吃到对手的一个 raise， 哇，这是什么翻牌？我们的 One King 啊，现在不露声色，但可以想象他的心里的一个波动啊，还是希望现在啊，你们有什么来什么。什么两个黑桃啊，什么八八都来吧。快发的，哎呀，又来了一张八。还期待你们有八，这个时候如果但凡有谁有八，这不就吃肉了。哎呀呀呀，没有人打，没有人打，破发。还是不打，哎呀，我们的 Y King 羊经理真的是要急死了。黑桃九，你们有什么？哎呀，同花，有八，超对，70，顺子都来吧。一定要让你们击中点东西啊！哎呀。这个八万的下注没有办法了，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东西。What three nines？ 哎呀 ，I almost represent six. No wonder with my six. No wonder. I thought about it for a while. Good check, good check. Make a half pot bet. Wow, on the bubble still bet very strong. 哎呀 ，must be very strong.、Yeah.哦，没有看到翻牌，我们就回到了这一桌。这里又是一个 Divorce 做一个20万的加注，得到了 Walking Young 在关煞位的跟注。好，两位真马在这里不停的做一些对抗。翻牌来到勾90。那我们的 A 圈是有一个后门买纳斯花以及双头抽顺的一个丁牌，我们的 YK 样是直接击中了顶两对啊。目前可以看到两位玩家的成败比几乎是一致的，是一个 48% 的盈率对 50% 的盈率。前这位过牌之后，他用顶两对做了一个25万的下注。
又给了对手一个25-98的赔率，就25万-98万的赔率。跟注25万，可以去看一个98万的底池，1/4的盈率就可以了。那么完完全全是超过了，转牌一张草花六啊，这张梅花六的到来，那我们 Divorce 应该还会做一条街的跟注。面对对手的一个后卫也是蛮深的嘛，可能依然会做一个过牌跟注。底池目前来到98万。王天眼也知道对手这里不太会用一些莫名其妙的牌去跟注自己的，不会浪费自己的筹码。对手如果没有牌的话，会用一些加注或者是下注，主动下注去给压力，因为对手是深筹码，所以对手这里会做两条街的过牌，应该是有点货的，很有可能是有摊牌价值的。那这里极大的可能是有一些击中或者是强听牌，他决定试图用最后一枪下注来锁定对手的范围啊。如果他这里选择过牌的话，会让对手的很多一些买牌，一些强买牌拿到免费的牌，他不想这样做。那么一定要问对手收门票，对手 call 上来了之后啊，合牌再看嘛。啊，合牌是买到了顺子。我们 divorce 这里估计也不太会选择做一个下注吧，因为底池已经来到188万。如果他做一个下注被对手推 all in 的话，有点艰难。那这里有可能还是会做一个过牌跟注。还有我们的 YK 样这里应该也打不出了，哇，直接好凶啊，做了一个 all in 啊。那 YK 样这里会直接会盖掉了，那顶两队肯定是盖不动了，肯定是开不动的。哇，真的好凶啊，直接在前置位做一个 all in 的动作。来到这手牌，我们的 One King Young 在枪口位选择跟注 K 圈。啊 ，Devos 在官煞位的圈圈啊，后面还有一个庄位的勾勾，我们破化。三位玩家的牌都非常大。啊，继续做一个20万的加注。啊，破坏这九牌有可能要做一个 all in 啊，因为这九牌有点大，他如果主动推出去的话，有一定概率把对手都打盖的。四人桌勾勾，因为我们的 Devos 的确也是非常的多频率啊，高频率的一些加注。那这里是可以拿到很强的弃牌率的，很高的弃牌率啊。那这里是直接 all in 了，那没有办法了。那么 Devos 会选择做一个跟注。Queens， I should just call. No folding is good. Just call. 啊，这手牌啊，也有点哭了，真的有点哭了，因为翻前面对一个 Devos 如此高频率的加注。其实是可以得到很强很强的一个弃牌率啊，因为对手这里会有很多的边缘牌，一些诈唬牌啊，没有办法，正好撞到了对手的一个顶端范围啊。这对手 A 勾啊，甚至 A 圈都有可能盖给他，真的有可能盖给他的。还有一些 K 圈啊，一些同色的结构连张的组合。非常多啊，两张 K， 目前还是只有两张勾的出牌，89KK， 看一下合牌啊，一张 Ace， 那我们的破化是被淘汰在了第8名，哎呀，也是非常的可惜啊，没有能在这场比赛中更进一步。
King Queen 啊。嗯。好，对到九九。好，那这边其实我们 King Queen 虽然还没有击中，可是我们胜率是比我们九九还高的。只要开 JQK， 其实这边有十张出牌，所以已经胜率已经超过50%了。我们看一下转牌，不掉黑桃的话，哦，我才说不掉黑桃的话，它的胜率还是可以维持住。掉了黑桃就少了几张，剩下25%。看看 River 有没有 JQK 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 Michael Soliza 就在这边说拜拜了。好，GG。好，我们的 Michael Soliza， 出局，那出局是倒在我们的第七名，所以我们场上剩下六名玩家。黑三传奇扑克的这个系列赛，从5月5号开始到现在，我们已经总共进行了10天，今天是5月15号。那每天都在直播间为大家连续转播，大概是12个小时，其中有一天的 Turbo 比赛，我们连续转播了16个小时。那我们的比赛会持续的为大家直播到5月17号。那这次的直播是由我林晨安、大亨还有阿童啊为大家带来这连续12天的一个传奇扑克的比赛。那接下来在结束黑三这一站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下一站会是在伦敦，在伦敦会有一个黑三的。Sorry， 伦敦会给我们传奇扑克系列赛伦敦站会有一个超高额的买入，预计应该是不知道是100万欧元还是100万英镑的买入。那目前报名玩家已经有10几位了，有可能会再创造一个历史新高的底池。All in。好，我们这边 Divorce 选择了一个 All in。好，这边有点意思啊，这遇到我们。最稳最紧的 Peter Jetten， 那这边他很有可能会盖牌，可是照理说这个牌不能盖牌的。S King 在我们的这个短牌赛事里面，他仅次于 KK， 最好的牌就 AA KK， 再来就 AK 了。但这边他会想到说，那他会有个状况，就是他要不要去跑，因为他家筹码是健康的。那如果他是 Y King 要干嘛？那可能就是要上了，就是要输赢了嘛。可他这边 AK， 他可以不用选择去做一个 gamble， 这就是这个筹码 chip leader 的优势，在这个 final table 上面会出现的。就是你如果有一个不错的手牌，就是像我们在正常的在我们正常的一个 no limit hold 无限度德州扑克比赛里面，我们能跟的范围虽然一样，我们在打扑克的。我们要赚弃牌率嘛，所以我们可以多推一点，可是跟可以跟少一点。我们可能假设他 all in 40%，可是我们可能只能抵抗8%或5%，甚至你看我们刚刚 S King 都被盖掉，因为他们会考虑每一名的那个 pay jump， 就每一名的那个每一名的奖金会有落差。那如果这边如果在这像昨天像今天在比较早的时候，应该有看到我们的。Michael Soliza open 了个 KK， 就被我们 Lopti 这边直接 all in K 十，他 KK 都是没有秒扣的。可你想想看，在整个短牌所有组合里面，你 KK 是没办法秒扣的，那你有多少牌是不能跟？所以就会在短牌面会产生这种状况，先推先赢。那这边那当然这边我们 John John 打这个 KK 是要 all in， 那 AQ 当然跟不住。好，那这边应该会选择直接 all in， 毕竟有一张 ace 的话，基本上都会有将近有40%的胜率啊。好，选择加注到125万，将近对手一半的筹码。那我们的 divorce 选择盖牌。Jack ten suited.
然后我们的 John Johnda 收下了这一个蛮不错的底子，筹码到了大概是350。